这个阶段的这个命运。所以孔先生呢算得很准，但是孔先生算得这么准，但是他也不知道这命要怎么去改变，是以后一个了凡之师去拄到分国禅师才开始他讲的改造命运的理论和方法，他才知道原来这个命是可以改变，命不是死的。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呢就很有意义啦，这是世间一般的人不了解，所以说无法度改变，这个一般的宗教也无法度通改变这个命运。咱导师有一年在加拿大，我是听在江经啦捌讲过，但是真多年前了。有一次伊到加拿大呢江经，当作一个外国人，那么透过当地同修翻译，这个外国人呢，满腹的这个不平啦，心呢真不平。可能呢做有真多不如意的代志，那么就来请教咱导师啦。那么导师就问伊啦，伊讲啊，外国人大部分拢嘛信仰基督教，啊无就天主教，就甲问啊，讲你这个问题啊，敢有去请教牧师？这个外国人讲有啊。那牧师安怎讲呢？安怎回答？就去请教伊讲啊，我这命奈遮尼歹啊，奈拄到遮侪不如意的代志啊，别人奈袂去拄到，干那伊拄到啊。牧师甲回答讲，上帝安排呀。那么迄外国人呢，听着讲上帝安排，伊也无话通讲啦啊，但是心内总是疑问真多，上帝为什么甲安排遮尼歹，甲迄个人安排甲遐好，伊总是有这个疑问啦。所以看到咱导师去讲经咧，才会去问啦。可能伊也是要问讲，看这命会改袂？所以一般宗教呢，伊也无讲到这个改造命运，讲到遮清楚、遮彻底。所以一般宗教也做袂到。只有佛教这个教育，知影这个理论方法。真真正正可以改造命运。咱学会的动手虽然不是像了凡之师要求人天福报了凡先生，咱甲看这个素云头一篇立命之学伊一生的经过咱甲看呢，伊只是求人天福报。求做官啦，无囝呢，求生囝。那慧修伊真得53岁，都爱死啊！慧修伊是无求，但是主动延长。伊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69岁啊！所以这慧修呢也延长。那么看伊所求呢，只是人天福报。那么咱学佛的人，尤其咱即马修学净土法门，就是要求生西方净土。求生西方净土，对于这个了凡四训也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本书呢，咱也是真正通达，会当依教奉行，确确实实会当解决咱现实生活当中真多真多问题。另外一方面，咱咧修行念佛，帮助咱功夫的得力，在短时间的得力。而且呢，这本书也是通达你做会到，这个念佛的功夫的提升往生西方这品位呢，会提升到上品上品往生。所以这本呢对咱就真重要了。
咱即摆一般讲看破、放下，在念佛堂，这个主持师堂主也会时时甲大家提醒：放下万念，一心念佛。确确实实念佛主要关键就是在看破放下啦，但是要真正看破放下，嘴讲较紧啊，真正要做到这点呢，确实也不是真简单啊。在台湾啊，台北这个现在信义路呢，华中精忠学会隔壁这个陈英信技术，那陈技术呢，伊在经营这个灯会啊，就是咱这个美术灯啊，在卖美术灯啊，伊店嘛规格真大。那么我常常听伊在甲我讲啦，因为呢，伊听到咱老和尚呢，去介绍这个谭喜老法师啊所讲迄个故事，提贤老法师一个唔捌字的徒弟啊，在讲宝鼎念佛念三年，徛咧往生啊。咱老话就定讲锅烙匠啊，念佛念三年呢，徛咧往生。那么啊，这陈技师就定甲我讲啦，伊讲伊也要学锅烙匠，要来念佛呢念三年啊，我那要徛咧往生。那么我就甲讲啦，我讲。要做锅烙匠，爱放下呢。我讲你已经点下经，唔都爱放得下。我讲你已经点呢，啊，会当教恁后生啊，啊，互恁囝去经营，啊，拢教好伊。啊，你袂带去山顶，我讲我会当甲你找一位啊，山顶，啊，搭一间啊，这个茅坪，互你去去遐念三年，啊，都徛咧往生啊。伊讲，搁等几年啦，搁等几年。啊，所以，迄个时阵啦，我家己都有一个感受啦，啊，感觉讲，讲是咧讲啦，啊，真正要放下嘛是，啊，搁有挂碍啦，心内也是有挂碍。啊，那么这个挂碍呢，在咱一般人来讲，也是正常的。咱的家庭、咱的事业，啊，拢有这个挂碍。要如何将这个挂碍放下呢？这了凡四训对咱都真有帮助。啊，所以我是还袂甲讲啊，以后若阁拄到一个讲起，我会甲讲，为了凡四训先来学习。啊，了凡四训都甲咱讲了。你吃多少，赚多少，都有一个定数，命中注定。你如果能真正相信这点，就放得下了。起码呢，不能像了凡技师那样，跟冯国禅师做三暝三日，都不会去到一个妄念。这是最起码的啦。了凡技师为什么未去妄念呢？因为他去哦，孔先生个算命算个足准的，算个真准。伊想讲打妄想嘛无路用啊！我直直想，直直想，直直打妄想，直直追求，应该赚偌济嘛是遐尔啦。时间到也是赚快，无去想时间到嘛是会当赚着遐，赚遐多，安尼规矩卖想啦。伊是这款心态，真消极的心态来过日子。虽然呢，这也不是咱。